全身之和，全身之和，有点搁着你看，并不软弱，但是你没有形，阴的吧，阴的是静止的，阳是动的，看不见那个动，思想在动，看那个，思想在动，哎，不是让他手在动，手呢是思想指挥。每一下都有，每一下都有。那这模式没有，这模式没有，搭上了我就有了。是吧？这摸上就没有那个攒力的时间，这种攒力量就没有那功夫。人一攒力，它站稳了，就不能有攒力。你跟那一搁。他就得失重，你摸，要不然你就跟我走，要不然你跟我对抗。你看，你一定属于对抗的，看见了吧？你对抗我随着你，你顶我时候，你看我谁没有？你顶到头的时候我就来了，顶到头就来，对吧？你顶到头，你最大的时候我就没有了，突然就空掉了，谁没有？你看，空的。不跟他将进，不将进，你就搁这就有了。一个可往前打，一个可往后打。你要后打的话，你看这就起来了。你往前打，他这个摸上就有。不，你给他预备两条杠，每个动作都两条杠，要不前，要不后，要不左，要不右，你选哪条？说你练跟腱头，我顺着你，顺着你顺着头的时候，因为你力量不大。顺着头的时候，你在这时候呢，要想稳定重心，你要往回走；你在稳定的时候，我又回去了，让你过一寸，长过来呢，我让你长一寸。嗯、过来，你、哎、碰过去，所以你手推的时候，哪都是点，站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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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都是点。这不是在咱的手，你要变成手，你就太少了点。那你问这个点呢？这个点，这哪儿都影响他全身。你不能说是我光手就是手，那不行。他不配合你，你配合他。你别回哎，以他为主，不行，没关系。向他学习，谁的事没意见。没意思，这一点意思没有，你看，对吧？你看，他是心里的修养，人去人去了，兄弟，他精神。说下来就下来，不撞到这儿了啊？这陈彩不这个，你看一陈彩多劲头啊，对吧？横去，你看横去，轻轻松松的。往下，这下的肯定是横去的。人家手一般使劲都使在这儿了，对，把劲儿都得去掉。啊，所有地方都全没有，很柔的，很柔的，他摸不着的，你看着是摸上了，实际没摸着，空的，空的。就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你要让我得给这儿，你看这给了，这儿给了，对吧？这儿给了，这儿给不了，你看，这都有用，这大，你看，手指上，这行于手指，你的力量关于手指上，胳膊上不能费劲，不能消耗。把劲儿不能消耗，你把你胳膊这儿看到了，你要把劲儿消耗到这儿，应该什么看手指？扇面劲儿，扇面，跟打扇子扇子鼓似的，扇子鼓。条件你必须得放松，啊，你自己要放松才行。你有上劲，你谁也使不上。把劲儿都给摘开，人家使劲可以，管不了别人，管自己。
对吧？我管不着你，我管不着自己了，那你别跟他使劲，人家推人家的，啊，他推他推他的，你看，他推他的，他推他。陌生人挡不住，碰上挡不住。这个东西就是啥呢？金老师不把他一摸着吧，就能摸着你最关键的一个东西。咱那个第一个，咱知道有这东西找不着的东西；第二的那个，咱们上去是实际上什么是把神拿住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你们现在一般拿还拿重心，对，你知道吧？重心现在都找不着，重心，对对对对对，奔去了，对对对，是吧？现在已经拿神，你神想顶我这点就够了，够了，神就够了。你想一万钱，想万钱，你看这就来了，就知道了。你一万钱是我谁也没有，轻松的，谁也没有，谁也没有。我去的时候跟这哥，你看，碰了，碰了，所以你。